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这两条鲫鱼呢，是昨天晚上夜钓钓回来的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鲫鱼汤。猜一下这条鲫鱼有多大？杀好的鱼，稍微用一点盐腌制一下。煎几个蛋，蛋呢先起锅，先是两面金黄，加水，大火，放姜，稍微放一点点白酒。然后呢，下胡椒粉，蛋也放下去，放两块水豆腐啊。煮到汤，这个汤鱼汤呢呈乳白色就可以了。起锅了，撒上葱花，这样一个鲫鱼汤呢就已经完成了。朋友们想吃吗？快点过来哦！哇，真的是这个，真的是很鲜甜，很美味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就发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！